11月1日，加州第55选区众议员陈立德在帕萨迪纳为华商楷模黄春华颁发年度企业家和年度慈善创新企业的贺章，表彰他在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忘反馈社会与华人社区共荣共存的杰出贡献。帕萨卡 Capital 合伙人 Daniel Elliott、亚凯迪亚市副市长郑伯仁、华兴保险总裁张国兴、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知名律师邓红参加了表彰仪式。黄春华作为知名私募股权公司 Pasaka Capital INC 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带领公司致力于投资医学、科技、食品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企业。旗下投资的 Inova Medical Group 研发可以家用的新冠病毒试剂盒，在疫情期间为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创立之初呢，我给公司设立两个目标啊，第一个，公司在5年之内必须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第二个的话呢，在我企业成功之时呢，我准计划向我的中国母校和英国母校啊累计捐款1亿美元。那现在目前我的企业从商业运作人员已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啊，本公司在5年时间内，短短5年时间内，我们今天的成功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啊，可以说在世界商业史上面是史无前例的啊。第二个的话呢，我现在已经展开了在中国母校和英国母校的捐款活动，在9月21号，我已经向英国母校捐款7000万美元，大约5000万英镑，我也会向我的武汉大学母校捐款4000万美元。从明天开始的话呢，我的这个慈善的重点将转向美国啊，因为毕竟我家在美国，企业在美国创业获得巨大成功，所以呢寄手给美国社会特别向加州回馈那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Dr. Charles Wang 已经在我们社区很久了，有史以来我是最近这几年才了解他的这个背景，也为我们加州的社区服务那么的多。但是他其实不但在加州，他是全世界都有为我们的居民服务，不但在英国，在 Boston 也是在加州。在加州里面，他其实服务有三个不同的项目。第一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这里学生很多的奖学金，在我们加州的大学，他都给他们的补贴，跟在他个人有给他们一些 consultant 啊，他们的意见啊，一些这个 wisdom 啊，都是黄总亲自做的，跟再来给我们的艺术家。我们很多自己的 art 的 district 在 downtown Los Angeles，很多那些 building 的 innovation 都是他来付出这个金钱。那最后是当然是我们的 economy，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黄总有几百个人替他上班，大部分这些的幕僚、这些的团队都是在加州的居民。所以在 economy 方面，我们在政治跟政府要一直要推荐跟支持这些 innovator 向黄总里面，因为对我来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他最让我感佩的地方是对怀旧，OK，对当初给他奖学金、培养他的这母校，OK，他做了那么多巨额的捐赠，OK，然后对我们加州也做了那么多的承诺，对我们的社区也做了那么多承诺。我们真的是在这地方，也是代表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很希望这样子的慈善家，一个个，有些华人的慈善家，一个个能够冒出头来，能够让美国的主流社会也知道，亚裔社区我们是有很多有爱心的人，我们是融入这个社会的。所以真的非常感激有这样子的 leader 能够出现。华夏电台记者帕萨蒂娜市采访报道。